关心一下。对对对，我们等一下需要大家的帮助。对，丢丢丢。对对对，我们这首歌有一个互动环节。对对对，接下来先介绍一下这首歌。这首歌叫做那个《勇往直前》嘛，然后刚才其实唱很有一些歌啊，虽然是古就比较老一点的歌，但是我听的版本都是可能后面有一些比较摇滚的时候编的，然后吴胜志就是那个开始做这件事情的人，就是把客家的那种老歌啊，然后开始有点那种加一些摇滚，加一些比较潮流比较新的元素进去，在很久以前的事情。可能七零年代、六零年代、七零年代的那时候的歌手，然后听说他吉他很强，但他后来就英年早逝这样，但算是一个很厉害的人。然后这等下要唱这首歌《勇往直前跑》是这为了这次演出新练的一首歌，因为之前都唱太多一直唱的歌，但也只有练这一首了，就新的话就是新练也是他的歌，因为就很喜欢他的创作这样子，然后。它的内容应该就是一种，我觉得有点就是看他想到什么就写什么那种感觉。所以他这首歌在讲什么？他就是勇往直，有点就是要大家就是人生很好啊，然后大家要往前看啊，盼望那样。对对，有点盼望，但是又没有那么，大哥，就又没有那么沉重，对，又没有那么沉重，就是用一些比较好笑的方式这样子。那我们要教一下他们。对，等下会有，我会讲唱一个那个哎呀嘿，然后我说嘿的时候，大家就要丢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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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大家不要问为什么，做出来你就知道那个感觉。对对，你们要一起丢的时候就会有感觉。不然我们示范一次，好，给他。然后你们丢一次好不好？对对对，好，就是保持那个什么东西呀、的心情，丢就对了，不用在拍子上，不用，对，不用在拍子，你可以丢丢，或者你可以丢丢丢，就是丢，对，也可以站站站站站，然后我们给他们，我们不要唱，看他们会不会发声，好，一二三四，哎呀，嘿，耶，哈哈哈哈，嘿嘿。啊、前面大家可以换一下心情。前面你也有唱那个嘛，就是我们有你唱答唱的，对对对，大家就是就听到他唱什么，我们 就跟着唱什么，对对对。啊，他们也会跟着唱，所以你们就跟着唱，融入感投入，对对对，这样也可以，对对对对，发声练习，发出声音就好。对对对，会唱，对，唱一下客家的，会唱一起唱那个。好，好紧张，老师，来了吗？来呢。好，开始。好。
寂寞好，跑到前面把你按钮，勇往向前跑。就是因为我怕玩破灭，你看就这样而已。原因就是因为他这首歌里面有用那个，这种算什么音效？罐头音效？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。电脑那种。对对对，就是以前那种很合成器这样。对，类似。然后我们就又想要有那个保有这首歌原本那种感觉，然后想说那不然用嘴巴最快的就发出那个声音。好。大家有失望吗？不会啦，大家不会失望啦。等一下我们还有别的互动。哎呦，对，下一首歌。